大家下午好。好。我想以前的故事，我小时候住在亚答屋，要上厕所不容易，因为厕所是用木做的，而且没有灯，要拿蜡烛点火就慢慢走去厕所，然后你不小心你就会掉进马桶里面。但想到现在你们要上的厕所很方便，滴一下那个灯开了，你们就可以上厕所了。谢谢大家。